寂寞，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 DJ 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消遣，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这节班会课要讨论的这周的中心德目孝顺，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吗？选我选我，我觉得孝顺就是父母孝我的顺啊，他们都帮我写功课长知识哦。老师，我认为孝同学的意见非常不可取。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肖同学，你这样的行为就是让我们全班蒙羞哎！羞羞脸，你自己也不是要爸妈上便当吗？还敢说？老师，你说说看呐、啊！大家安静。老师，看到这般的情景，是太痛心了。一定是老师没有教好你们，才会有你们这么令人心寒的学生啊！老师，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道歉。我相信其他同学知道自己错了。我哪有错啊？我只是在青春抬杠啊。青春抬杠，今天的圣诞特辑呢，有我们的，因为每年我们圣诞特辑都是要消化饼还有小布亲手写故事讲给大家听，对不对？可是今年因为事发突然，比较仓促一点啦，所以我们今天算是有一个新企划的一个概念哦。哎，真的耶，就是我们在空中要玩桌游给大家听，怎么玩呢？这个桌游名字叫做《从前从前 Once Upon a Time》，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说故事接龙的游戏哦。所以今天要看到底谁才是说故事之王呢？所以一开始从一个人先开始说故事之后呢，如果大家手上都有八张牌，牌上有分别不同的像是什么人物啊、角色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元素，如果刚好别人讲故事的时候你手上有这张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出来，打断别人的故事，变成你开始讲故事，把话语权抢走。没错，所以呢，最后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把这个故事手上的牌都出完，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导向你自己手上，每个人有一张结局卡，导向你的结局就胜利喽。好，那抽牌吗？就是如果你被打断了，你就要抽牌。OK， 好，好抽几张？一张，一张，对。那所以你先开始吧，小画饼先开始。好，我先开始咯。那今天因为是圣诞特辑嘛，所以我们故事就是定在圣诞节的时候。好啊。从前从前，在一个神秘的国度，有大家正在享受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厨师好烦恼哦，因为呢他正想要给大家一顿圣诞大餐，可是又不知道这个圣诞大餐的这些材料到底要从哪里来，因为市场都关门了，所以他决定就直接去前往森林里面，看看能不能够打猎，打到一只兔子或是打到一只牛，让他能够来做圣诞大餐哦。没想到边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座茅屋，在这个茅屋里面呢，怎么打断不了啊？在这个茅屋里面呢，他看到了一个快要死的老太太。哎，快要死？哎，是状态？哎，被打断？哎，什么啊？老人，他看到一个快要被打断的老太太了以后呢，垂死的老太太，垂死的老太太，于是他决定返回他住的城市，然后呢去找在这边的守卫，去找守卫帮忙。那他在他当他找回守卫帮忙的时候呢，他有记起那时候在废墟中小木屋的，那时候小木屋是在废墟里，他在废墟中小木屋的那个老太太呢，他身上的衣服好像有点破裂，那这个天气其实非常的冷，然后呢，所以他决定呢，帮他去
回家，没有东西、啊、拿件小衣服，拿件衣服给老太太。那、他的返回，他在他返回这个路途中呢，不想玩了。结果突然间呢，他发现呢，老太太不见了，在废墟中消失了，他就很紧张啊。哎，他突然看到路上地上有个被紧张跟恐惧一样，有一个被脱卸的痕迹。那这个厨师什么痕迹？脱卸就是被脱，对，脱的痕迹。那呢？这个就像消化饼刚刚说的，他是这个厨师嘛，是原本只能生活打森林中打猎嘛，对不 对？所以呢，他的一定他的这个猎物的辨识技巧，算被这种 tracking， 就是他的 track 的这种技巧是非常的良好的，追踪的技巧非常良好，所以他从熟悉判断 是一只呢会走路说话的，在这个那一带非常略有恶名的一个狼，一只狼所绑架的。那呢？火大哦！这个厨师呢就很紧张啊。那因此他决定先不等守卫，他之前有通知守卫嘛，对不对？来帮忙。他决定呢，看这时间，哎，有点晚了。他担心老太太的身体状况，也担心老太太的危险程度，所以他决定呢，在与其坐在这边等守卫来帮忙，他不如主动出击。他就开始追踪那个狼的足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他随着足迹呢找到了，终于找到狼的小窝，就是狼的小窝。这样可以哦，这样算哦，这算吗？状态，哎，那我也可以打断吗？状态可以打断是不是 ？OK， 靠，是什么鸟巢牌？可是我刚刚没在听他说什么。什么狼追逐到一个狼的小，所以厨师追逐到狼的小窝，狼的小窝，他现在开始感到有点恐惧。因为毕竟没有单独面对过一只狼，所以很小心翼翼的在四周探寻。然后，可是在他还没有发现到狼的时候呢，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阵风暴。啊！中断。天空中出现了，你要抽牌。天空中出现了 一阵风暴。这个时候呢？很难吧？突然发现这个风暴中竟然有一个人，人在风暴里头卷卷卷，结果发现他穿得很漂亮，因为他是从一个是漂亮美丽啊，把漂亮拿出来，先把漂亮拿出来。发现是有一个，你刚刚说什么？不好意思，风暴中有个人，有个人好像很漂亮，是不是？穿着很漂亮，穿得很漂亮，他穿得很漂亮。结果呢，那个人突然变成一条龙。哦天哪！结果呢，他看到那条龙呢扑下来，把那头小窝给灭绝了，就是把那个小窝给打，就是 destroy 了。然后呢，把狼给做掉，会不会太暴力？把杀掉。然后呢，把老太太绑走。那呢，他马上就赶快随着这个龙飞啊飞啊飞，就要飞回龙穴嘛。他就随着这个龙赶快去追踪。那呢，结果呢，他发现呢，龙呢把老太太抓到了，然后呢给老太太饮了一个青春泉，那些老太太变回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对，那个龙呢，让老太太喝了青春泉以后呢，把她变为美丽的少女之后呢，龙呢就先陷入沉睡，因为毕竟龙是嗜睡，但是大家都知道的。那陷入沉睡以后呢，厨师就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美丽的就是少女呢，再抓一把财宝，然后呢就把美丽的少女呢，偷偷的把美丽的少女带回去，跟守卫那个之前的所谓的废墟。那时候之后守卫也赶到了。然后他就是跟守卫报告那条龙的状态，让守卫可以去召集那个城主啊，他们的那些士兵呢去屠龙。那他就呢，他决定呢，还是先把美丽的少女送回家，免得他再被龙绑架。于是他们就安全的回家了。然后呢，厨子跟那个老太美丽的少女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我讲完了什么啊？他这样就讲完了，讲完了什么？于是他们从绑架他们的坏人手中逃脱。坏人是谁？龙？没有坏人，他不是人啊。人啊龙通常都是在故事问题是坏人啊。不玩啊，烂游戏。哎，我还有好多卡都没出哦，我都没有机会哎。而且你们怎么都这么会讲啊？运气啊。好了，那这次我们。我发现我不太擅长这个游戏，其实蛮快的，对不对？对啊，我们再玩小布开始好不好？好啊，再玩一局哦，再玩一局就好。好，所以大家不知道满不满意？第一回合基本上就是陈威廉自说自话的一个故事，真的也完全没有参与到啊，我好像。
从头到尾只讲了两句话。小就再没耶。好，小布，这次我们让小布先发好不好？返回一程。好，大家准备好吗？这次小布要抢得先机。好，也是圣诞故事哦，献给大家，隆重巨献。好，从前从前，在遥远的国度里面，有一只丑陋的青蛙。这个青蛙呢，其实是一个王子变成的，所以他的手上呢……等一下，王子，不应该讲王子。他是一个王子变成的，那他之所以为什么会变成王子呢？那就是因为呢，他是被一个，因为他的父母呢，对不对？他的父母呢，所以他就是他们父母，他的父母就是国王跟皇后嘛。对，那他们拥有一批非常丰富的宝藏。嗯，那这个宝藏呢，就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所拿出来、所夺回来的。搜刮哦，嗯，宝藏礼物。嗯，所以他的父母有很多宝藏，嗯，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出生了，然后觉得自己这样子奶粉钱不够啦，要再多赚一点，所以呢，他就决定帮他去找一个藏宝箱。哦、我被打断是不是啊？我刚刚是不是说仙女？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藏宝箱，这个时候发现说，哎，竟然就在他们的厨房里有一把钥匙，那这个钥匙是不是就能通往藏宝箱呢？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决定说要做一个好好的计划，去找出这个藏宝箱到底在哪里哦。哎，计划事件呢？那我可以打断。哦耶。所以他们要去找那个藏宝箱在哪，是不是？对，因为他有个什么，他们要计划去找王子是丑陋的青蛙，然后他们要去找藏宝箱，然后其实藏宝箱里面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戒指，所以呢，他们打算呢，就是要把藏宝箱里面的戒指给偷走。那他们要怎么偷呢？他们就决定要先去看藏宝。藏宝箱是藏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先研究了地图之后呢，发现要经过一座一阵长长的楼梯，下到一个非常深的地下室，一个地下的洞窟里面才能去找到藏宝箱。那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在那个地窖的尽头呢，竟然有一个人。地窖有没有墙？那所以算墙，就跟墙不一样吧，差很多，什么都有墙好吗？不能这样牵扯，不能为了想赢这样。在那个就是走廊啊，就是地窖的尽头呢，发现那边坐着，里面有一座官人的监牢，所以有一个很悲伤的人在正在坐，很悲伤的在坐牢，哈哈，因为他肚子很饿，所以都没有东西吃。那善良的王子的父母呢，就给了他一点干粮吃。事情不是并不善良吗？他们只想偷钱赚奶粉钱，他们很善良好吗？然后呢，所以他就给了他一点点的食物吃。我要结束吗？所以他们就那个可怜悲伤的人，坐牢的犯人呢，就因为得到了食物，很感谢王子的父母，于是就很好心的指点他去走到藏宝箱的地方。然后所以他们其实自己都在迷路，就不确定在哪里。好，随便让你好。可是这途中呢，这个追他就指点他们到藏宝箱的地方嘛。那这藏宝箱呢，要先钻过。等一下，要先钻过，要进行一个旅行，对不对？嗯，孩子都在旅行啊，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在这个旅行上呢，他就必须先要经过王子哥哥的家。什么鬼啦，什么兄弟血印错耶。所以这个哥哥很久没有见，对不对？不是，你不能这样啊。我没有想哥哥很久没见啊。好，所以哥哥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我的弟弟竟然变成了青蛙，是受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他们是被谁变成青蛙？国王跟王后发现说，他的儿子其实是
被诅咒才会变成青蛙，被一个很厉害的怪物诅咒，所以才会变成一个青蛙。那这个怪物它很特别，它有它其实是它会在地上跑，是不是？怪物想出它其实就是一个它其实是公主，对不对？硬要打岔，它是孙悟空的化身，什么鬼啦？所以呢，因为孙悟空还是会走，还是会游泳。这个大闹天宫，一不小心就闹到了这个国度。所以孙悟空是会飞翔的。我没有说孙悟空在飞翔，我放弃了，我放弃了。所以这个孙悟空为什么要特别诅咒这个小孩呢？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孙悟空在小时候其实是跟这个国王皇后有认识的。可是因为呢，这个国王皇后他们不让他吃这个宴会上的蟠桃，是，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气之下拥有法力的这个孙悟空就把他变成了一个青蛙。孙悟空是男还是女？那这个时候呢，孙悟空是男还是女？有啊，重要吗？打断我的故事好不好？现在怎样啦？孙悟空怎样啦？跟公主有关系啦，反正跟我讲的公主有关系就对了。所以孙悟空就赶快，他应该直接解决过去，让大家讲不到，还不都你打断什么？我觉得刚刚那根本不算，好不好？他们什么迷路了，你硬要打断。不要打断我的故事，OK？ 太硬扯啊！刚刚就没有迷路，我觉得你可以讲到。他刚刚也是个旅途啊，这不是个旅途啊。有人要听我的故事吗？没有。好，孙悟空啊，暖啦，跟拱啦。所以孙悟空就事后到现在，因为他长大了，过了好几年，他就反悔了，所以决定要撤除这个诅咒。所以他是九尾的，很久嘛，他长大了，这个时间，这个诅咒离他现在还蛮久的。随便，给你，放弃了。那其实呢？就孙悟空呢，她是个女的，可她并不是一国的公主，她是公主，她并不是公主，公主讲到公主，讲到公主了，公主是孙悟空呢，她是仙女，她讲公主，其实呢，她还会飞，仙女都会飞嘛，这个呢，其实呢，她除了就是不让她吃饭，她的表面的理由呢，其实她很小呢就爱上这个王子，没有，她想你知道吗，攀上这个麻雀变凤凰的感觉，从怪物变成 A， 她想变成 A， 就是有身份的人。那呢，所以呢，他就决定呢，给王子下了诅咒。然后那故事刚刚讲到哪里了？我们硬扯扯到哪？讲不下去的话，你就必须得再抽一张牌，然后下一个人继续接。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呢，这国王是刚刚是看到说，是讲到说国王看到他的哥哥嘛，是不是？对，去看到哥哥嘛。我不懂那一段是怎么插进来。对，为什么不懂？我也不懂。会有孙悟空跑进来？他自己讲的。是他讲孙悟空，他讲孙悟空啊。对，好，没关系，孙悟空好。那我现在把故事拉回，我们刚刚只介绍个故事大纲。对，有没有？王子为何？王子为何变成青蛙？前传你所以呢，现在回到抽牌啦。没有，王子现在呢？现在国王跟皇后呢要去旅行，对不对？他刚好见他九尾的哥哥嘛。那么哥哥就跟国王说呢。正确找到宝藏的方法呢？你要先钻过我这个，要先我转过这个窗户呢，再越过三面墙，你才能打开宝藏。那里面呢，有呢克制孙悟空的方法，也有让王子变回青蛙变回王子的方法。那呢，国王跟王后呢，就去找到这个宝藏，开启了以后呢，把这项他就先把儿子王子呢。恢复从青蛙变成王子，然后来马上派士兵，因为他们这个方法了嘛，对不对？把孙悟空呢一阵乱打以后呢，逐出这个王国，从此他们一家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什么东西？结束了？屁啦！好牵强啊！我又输了，不玩了，火大！刚刚那个迷路不应该给你出的好不好？那根本不算迷路，他们是在探险的过程，不叫迷路好不好？可是他找不到宝藏啊，叫目的地不明确，而不是迷路。OK， 貌似有点迷路。好，所以由这个猪油的结局可以知道说，我们说看一个人的品格就是看他的牌品嘛。是，怎样？小布牌品就差。所以可以刚刚很明显看到那一段，就是小布一个输不起的一个金库。不是啊，你自己说，你觉得迷路那一段有没有道理嘛？那一段很牵强哎。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第二届好不好？第二届给你返回的机会。算啊。不晓得今天大家还是喜不喜欢这两则，基本上就是由陈威廉在叙述的这两则故事呢。独白啊，独白啊。陈威廉也是蛮具有想象力的嘛。他好会扯，我觉得。
超扯。好，所以今天有威廉大来宾给我们带两则故事，希望给大家一个很温馨的圣诞佳节。虽然刚刚小布的一阵发飙，应该是没有给大家温馨的感觉啦。还好吗？我没有真的发飙。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过程不太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只是大家参与嘛，对，享受那个说故事的乐趣。我觉得很久没有啦，真的。你不要再关枪了。没有没有，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说明书游戏，真的很久没有跟消化饼跟小布一起这样一起很久没有游戏中的时候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这样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本游戏的乐趣不是在于获胜哦，而是在一起说故事当中获得乐趣。说明书上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很开心哦，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既然是圣诞节，当然不能没有圣诞歌的相伴啦。送上一首来自于爱尔兰的创作歌手 Gavin James 翻唱的《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非常温柔的假音，诠释这首温暖的圣诞歌曲格外的有感觉哦。接下来由我们的 Crazy Nannies 要再度出动，给大家最中肯的建议啦，不要错过咯。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y your heart be 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h, when here we are, as inGolden days of yore and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all stay togetherIf the fates allow, we'll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Oh, when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